脑里放歌。1月28号星期四的电脑椅开箱，括号下面有电脑椅放屁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们要开电脑椅送的，先。没有，开完我再拿下去就好了。舒适大腰枕，加厚加宽款。来，你帮我拉塑胶带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他刚才说什么？刚才说了什么？加厚加宽的，加厚加宽啊！我当然记得那句我上面这的东西呀、啊。靠腰，舒适大靠腰枕呐、啊。嗯。好像可以哈。好像有点不舒服。好，我们来开电脑椅吧。这哪叫舒适？这叫按背了，不是。我下去开电脑椅吧。我不是陀螺，我是羊驼。我把那个弹跳床拿走啊，谢谢。好。好，快来开电脑眼。好，我认真。PC 号买的。2690吧。2690吧。然后迟到100，对，那算了，我拿。这比刚才轻好多了。这轻好多了。我们先让那个坏掉的电脑椅进来。因为爸爸前天呢，忽然间做到一半，他的背整个折断了，所以就再去PC上找一个。示范，爸爸是这样，没有摔下去的啊，折一半还是有支撑的。就直接这样下腰了。那你的纸条呢？小朋友在家请勿示范，然后我要走起来。我们有请我们的会长。哇，酷，这次我也要装一些，上次都全部你装。上次都我装了呀，对呀、啊。上次都你装。先不要拆吧，先拆掉。这看起来就不会被爸爸做断的话，他才不会觉得。对啊，这样好多。我觉得我在玩便携。这叫抢镜头。这是谁的脸吗？在笑哎、欸。这样子啊，那个什么，我记得那叫那个复活节岛的石像，很像嘛。你
折折。我也要折折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！为什么转起来了？变成宝宝栅栏了。是白色的，妈妈，爸爸哪看得到呢？都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看我了，好，换妹妹，三，有看到头吗？想看他改第五人格。好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就换我了。很像那个，我被监管者带上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不要！下片的订阅五十六点多，是不是没有下次？拜拜。